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啊，它大概有这个七个大项啊，它的这个纲要，第一个是前言，第二个是这个斗画计嘛，它的分队地位以及它的分队情形。啊，斗画计嘛，在前天发生，以及它这个年版和右下角调查。第四个是叫实用不同的资料器具，叫防止叫斗画计嘛的探讨。啊，第五个是叫斗画计嘛，叫防止叫刺激的探讨。第一个是这个斗画计嘛的什么王子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结语。第二是前言，这个红豆呢，这个是它含有很这个多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所以这个大家呢都很喜欢吃。啊，过去是这个他们主要的这个外销这个杂粮作物啊。啊，替我们国家这个争取很多的这个经费。那最近因为这个加入叫 WTO 以后啊，这个对这个工作的同时要求越来越严苛，所以我们这个厂里面也是往这个高品质的这个品种这个选育方面去进行。啊，目前呢这个大概工作的品种，就达到这个高雄的工作高雄系号。啊，第二个叫红豆，这个在它的种植面积大概有4400公顷左右。啊，主要的是叫屏东县是叫最多，大概占了这个3400公顷。啊，高雄县大概是叫450公顷。那这两个县市加起来呢，这个达到3887，占全省的叫85%，叫多省。啊，其他地区是在这个台南地区，这个有就直线就往这个南部哦。台南就云嘉南那边就迁移的现象。还有就红豆它主要的它的病害大概是有三种，很简单，一个是叫白癣病，第二个是叫冬骨病，这两种病害是这个社会风以及世界土壤传染性的病害。啊，第三个是叫白文病，白文病大概是这个在生育后期大概11月12月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干燥的时候发生的很严重。还有这个虫害大概是有这个粉丝啊，显蝇类的叶蛾，还有毒蛾啊、蓟马以及叫豆荚蝇，其中这个是这个豆荚蝇跟这个红豆蓟马这两种是叶蛾最主要的这个虫害。啊，这个豆荚蓟马它的对不起，它的分类，这个豆荚蓟马它分类的地位啊。它是这个属于这个银翅目，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回顾一下，就我们在这个念大学的时候，这个目前这个昆虫的分类大概是分30多目，这个也分其他这个20几目的，大概是30多目是最有最普遍的哈。它是属于这个银翅目的一种，那它有这两个亚目，一个是这个锥尾亚目，还有一个是叫环尾亚目。那这个豆花翅嘛，它是属于这个锥尾亚目。这两个亚目这个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亚目，它是这个它的蛹体才一个蛹体，还有环尾亚目它有这个两个叫蛹这个蛹体，还有这个亚目这个它的那个蛹体啊是这个钻在这个土壤底下哦，钻在这个土壤底下，还有环尾亚目是站在这个植物体的这个比较这个。就隐藏的部位，哦，这最主要是这个两个亚目的这最大的区别。还有这个蓟马科，还有是这个它是属于这个蓟马亚科，还有这个豆蓟马属，它的学名。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它是这个红豆蓟马，它的形状就像这样，就是这个过去是这个稍微这个修长型的，它的颜色有点黑色。它这个是它的这个生存，哦，这个它的这个生存。啊，它的分布这个分布呢，目前呢这个它主要是这个分布在这个叫东南亚或是这个南亚地方，甚至在这个北亚、东北亚，就日本也有，哦，所以在这个中国大陆啊、日本啊、菲律宾、泰国，在这个澳洲这几个地方都是它的这个分布这个地区。那在台湾根据叫黄金敏博士的调查呢，目前台湾有这个20多这个作物有这个调查有发现到的红豆蓟马，像这个主要的是这个豆科作物，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
这个草本的这个作物里面，而就蓟麻呢这个作物啊，因为个体很小啊，所以就这个种子呢，自从就1991年才开始崛起，那崛起以后，主要在这个多国里面，它是这个日来这个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趋势的，在尤其在这个红豆方面，在这个红豆在开发的时候，你还没有花还没有来以前，它主要是在这个新叶的这个里面。那开发以后呢，它是这个聚集在这个花的这个中上层的这个花朵里面，然后这个在这个高温这个还有这个温暖的这个气候，它就繁殖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啊，等到它的这个基层密度建立以后啊，要繁殖呢就有相当的困难，所以就在每一朵花里面调查的结果大概有10多只，甚至多的话有20多只啊，30多只都有这个发现。啊，它主要是这个起势的部分是在这个花纹，还有这个柱头，或是这个花梗，它会这个造成这个落花，它主要是这个花器破坏以后啊，它就会造成这个落花的现象，还有这个末端的花期，这个它也不能够这个正常的这个花艺这个展开，所以这个甚至叫枯萎，直到这个不能够这个正常的结荚，所以产量呢这个自然会降低。这个是这个豆花红豆开发的时候受到这个豆花蓟麻这个危害这个严重的这个情形，在这个末端的这个它的这个花不能够这个正常的这个开花。这个豆花蓟麻呢，它这个花艺的这个情形，就是根据这个1987年这个屏东国立屏东科技大学这个张念台教授他的资料，这个他的这个我从他得录下来的，他是用在这个大多这个叶片来饲养。我们从这个这张表里面可以就发现到，您这个它在从14度到这个30度这个温度里面呢，大概呢这个它最适宜这个花艺的温度是在这个28度，它完成一个世代呢大概是就21天。然后在这个定温呢，所谓定温就是这个白天是这个31度，就晚上是19度，这种这个温度里面，它完成这个一个月世代的这个天数呢大概是这个19天，而这个雌性的话呢是19天，雄性的话大概是96天。而豆花蓟麻它的花生，在红豆上的这个花生的情形呢，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品种是这个我们高雄产的红豆高雄这个绿化这个品种，那这个秋植这个种植的日期是在这个10月14号，春收是在这个2月20号。那开花前呢，我们调查的是在这个比较幼嫩的这个叶子上面，是这个30个这个叶片，采30个叶片，开花以后就这个采它的花朵，采30个这个花朵。那这个试验的结果呢，就是从这个豆花这个蓟麻，它是在种植以后12天就开始就发生的。这个表二里面，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表二。它这个在88年种植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遇到这个下雨，天气不好，种植的这个时期这个延后，还有这个管理不善，所以它这个花艺的这个成熟呢，就并不很理想，并不很多。就我们记得88年，这个杂粮谷的就孙小姐就知道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种了这个好几次的，那个时候这个下雨。这个是这个表，就是说我们从十月二十号这个开始这个种植，那我们美国这个5天调查一次，这个一共这个调查20次，那就每次呢就都有这个发现到这个它的虫体。不过这个虫体的数目刚才报告过了，这个数量呢这个并不就很多。这个是我们用这个直接从这个植株里面，从这个叶片，从这个花器里面这个采下来，用这个扩大镜来这个检查的结果。这个是它的这个从这个20次里面，它每一次就出现的这个它的曲线的这个情形，曲线。而且还要跟就是这黄色莲盘与这个蓝色莲盘，就诱杀这个豆花蓟麻的这个效果的比较。这个莲盘现在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侦测这个害虫的一种这个工具了哈。
他虽然是说就不能够就是直接来就消灭就害虫，不过我们会知道你就用这个棉反应会知道就害虫就发生的这个趋势，它的变动情形。所以我们用这个两个这个两种的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叫蓝色。那我们从这88年里面呢，它这个调查的结果也是就每五天每隔五天就调查一次，是从这个每一个这个颜色你放五个这个棉板，黄色五片，就蓝色五片，这个一次这个是这个一次到这个第14次的这个每次这个调查的数目是。用肉眼调查的数目是，这个到最后调查就21次，就是在这个处理做这个一共调查21次，那这个它的总数目里面的这个黄色的呢是这个1240只，蓝色的话呢大概有7980只，这两种的比例，这个蓝色的这个效果大概比黄色的这个增加这个5倍到6倍。效果比较好一点。这个是比较一下这个黄色棉板，这个也是，这个是这个春作，刚才那个是这个秋李作，这个是叫春作。那春作这个数目是也是这个调查的数数是比较少，这个一共调查这个16次而已。那这个数目是呢，这个显著比这个刚才这个处理做呢，这个重塑要来的多。这个调查16次里面呢，它右下的这个重塑呢，这个黄色的有将近5000只，那蓝色的呢，这个将近这个20000只以上，这个倍数也这个三，也是这个蓝色的比这个黄色的呢，增加的5倍的这个重塑就比较多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我们用这个表来做的这个每一次这个。这个调查的结果用表来表示，用图来表示。这个比较这个棉板的高度来诱发这个豆化细码的这个效果。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所使用的颜色大概有4个，刚才那个是这个黄色跟蓝色，现在我们再增加2个颜色，除了这个黄色蓝色以外还有白色同时绿色。那我们所放的高度呢，是从这个竹枝这个豆株这个最上面最上面的叶片上去末端，这个超出就末端大概30公分、40公分、50公分和60公分，这个这4个不同的高度来比较一下，这个哪一种高度所诱起的这个虫数是这个最理想。那从这个表五里面，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得到你。这个不管是这个蓝色、黄色、白色和绿色，你离这个竹枝这个30公分以上的这个虫数是这个最多，而这个40公分是这个稀释，就30、40这个50，所以我们换个高度啊，这个然后我们以后要这个测这个它的七成变动的时候，这个高度建议大家是在30度到这个30公分到这个60公分这个高度是这个最理想。这个是这个表示这个过程的这个高度，还有这个右下的这个情形，这个也是以这个蓝色的这个最好，黄色的这个第二好，还有这个绿色的第三，白色的最不理想，所以我们要选择要用这个棉板的颜色的时候，要选择这个蓝色的，不是那个品种，不是那个虫子的这个那个所使用的颜色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这我们要看这个虫子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虫子，我们所选择的这个颜色不一样。像这个南方蓟麻，或是就一般的这个像这个蚜虫的话，我们要选择这个黄色的。那对于这个蓟麻的话，我们一般它是选择这个蓝色的。蚜虫我们是用这个黄色的，那我们这个是用这个蓝色的。还有我下面要跟大家介绍这不同的饲料器具，防止这个豆化蓟麻的这个探讨。因为这个红豆豆化蓟麻，它是这个藏在这个花器里面，花器的里面，它不像在这个一般的虫子是在这个叶部，然后是在这个叶表，它是这个钻到这个花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陶艺用这个不同的这个器材的时候，这个陶艺因为它是在这个里面的，一般的这个砂瓶器的话，比方说这个您这个砂瓶器的这个接触性的砂瓶器的时候，这个药剂不容易就直接这个接触到这个身体，那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用这个不同的这个器具啊，更加的这个器材来防止的效果。那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药剂呢，是这个用这个4.96%的这个混骨泥这个 SC 这个水溶剂，这个2000倍。那在这个生育期的时候，是用就每一公斤是用就0.5公升，生育后期是就用这个0.6公斤。这个输出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用药量要这个稍微多一点。第二个这个田间是采用这个 RCPP。每一个这个宠物，每个助理的宠物方式，小区的面积是大概5亩，0.05亩，为这个面积这个这么大的原因，最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混药这个器具的不同，而这个助理我们用了这个人力这个喷雾器，第二个是这个高压动力喷雾器，第三个是这个陶改式这个混药车，这个以及这个布施药这个布施药对照器。因为这个陶改式的这个分压车，它是这个个体很大，然后这个面积这个太小，这个大概不能操作，所以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小区面积是用这个0.05这个公斤，每个小区的小区面积。这个施药以后，这个3天调查出这个出效，而这个第7天这个调查它的成效。每个助理是这个以这个30虫的这个计算它的虫数，然后产量为是每个这个助理呢这个调查这个3平方公尺这个它的这个产量的这个产量，结果呢这个粮食这个出效这个平均的效果呢，这个陶改式的这个分要说这个它的虫数这个最低，第二个是产效结果也是一样，产量也是以这个陶改式的这个分要说这个最好，产量也是一样。那我们请看一下这个效果，它的这个试验的这个情形。第一个是这个人力喷雾器，第二个是高压这个动力喷雾器，第三个是这个陶改式的分要说，第四个是对照布施药器。那重复有三个重复，那最后是平均是这个两次这个它的出效的情形。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给他做这个统计分析的，不过从这个虫数这个看起来，这个陶改式的这个分要做的这个出效的虫数是最少。这个是它的产效的结果跟这个出效的这个结果也是一样，也是这个陶改式的这个分要做，这个它的虫数是最少。这个三个虫数里面，经过这个粮食这个产效调查的结果才182只。第二个是这个高压动力喷雾器是叫205只，人力喷这个喷雾器是叫226只，对照布施药是叫329只。这个是它的这个出效的这个调查了，出效跟这个产效这个效果的比较，用这个图来表示。一个是低温做的是出效，还有一个这个弱色的。是那个残效，这个残量调查结果是这个3平方公尺的这个供货数，这个三个重复的这个平均是以这个陶改式的这个它的产量最高是这个1150这个供货，第二个是这个高压动力喷雾器是这个1067，而这个对照布施药它就达到863的供货。就是比较它这个产量的这个情形。下面一个是这个套台，这个探讨它这个豆花季嘛，叫黄氏时期。这个探讨这个黄氏时期的主要的目的呢，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红豆的这个对这个红豆黄氏啊，一般的话，像我们高平地区啊，最少喷药的这个次数大概是达到7次到8次。那有些像这个台南地区的，这个今年他有打电话来，他说他们已经喷了10次，不过效果也不很理想，所以这个做这个主要的东西，就是说这个来探讨说，防治的什么时候来防治这个红豆季嘛，是就最适合的，最适合。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药剂是跟刚才那个药剂是这个一样，就是4.96这个波士顿的温普尼这个水前剂，我们稀释就2000倍，啊，用药量是这个早期用0.5公，5公升，后期是就0.6公升。这个药剂是这个是从这个我们厂里面，还有这个台南厂这两个厂所这个试验，这个正目前是这个对防治这个工作剂嘛，这个效果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药剂。而且我前天这个做剂也是采这个 RCPD， 也是这个六个数里，这个4个重复，啊，小型面积是这个40平方公尺。那这个连续两次试药以后，啊，这个第三天调查一次，那美国这个三天调查，一共这个调查就有4次。那每小期是这个每一次这个调查，它的花朵是有30朵这个花，啊，数里就分为这个每周黄色的这个一次。就每一个礼拜到时间分一次药，第二个是这个生育期就分3次药，啊，结痂期分2次，啊，第三个处理是叫生育期2次，结痂期2次，啊，第四个处理是叫生育期3次，结痂期3次，啊，第五个是叫生育期2次，结痂期叫3次，以及就最大就5次药，啊，一共有这个6个这个处理期。那这个试验的结果，你这个药效调查。结果这个以每周这个防治一次，以这个生育期分3次药，接下去这个分3次药所得到的重塑你就最少，其次是这个生育期这个分2次药，这个接下去2次的这个防治剂的重塑是这个4次，产量的话也是这个每周防治一次这个它的最好，还有这个生育期2次，接下去2次的它的产量这个是这个第二好。那底下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情形，就每周黄这一次的，我们经过4次调查以后，它的平均，它是这个三十朵花里面，那每周黄这一次的话，它有498次，还有第二个是这个黄这就三次一起就黄这3次，还有接甲级黄这3次，然后第四个数理，它的就重复也是一样，也是498。还有这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生育期2次，接下期这个2次的是叫554，然后生育期3次，接下期2次叫570只，还有叫不是叫比较期，它是叫571只。这个也是就用这个图来表示，它就4次以后，就没有处理期，它这个。4次调查平均的这个结果，它的重塑的情形，这个产量这个调查的结果，产量调查结果，那这个以这个产量调查呢，我们是以这个30株的这个产量来计算，30株的这个产量来这个计算它的，那每株防治一次的有这个384这个工作。它是这个最高，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以这个生育期2次，接下期2次，370次，还有这个最大的不施药剂的话，才达到了149这个工作，这个最少。这是这个产量这个调查的结果。第二个要向大家要报告的就是这个惰化剂嘛，就是我酒黄子。现在大家都很这个重视这个肿瘤防治。所谓肿瘤防治呢，就是这个它是这个包括这个2种以上的这个防治的方法，包括这个两种以上的防治方法，这个比如说就药剂防治也好，再一个就生物防治也好，就是最少要有2种以上的防治方法，那我们一般就叫做这个肿瘤的防治的方法。那这个肿瘤防治方法，这个资料是从这个李平贤先生他过去所做过。那我给他这个拿来应用一下，他是这个利用这个释放这个小黑这个花生香，这个从此就目前我们这个在实验室还在继续在养，这个生命赵先生他还在这个继续在这个做这个实验。那这个他放的时期是就从这个开花时期，他每时间放一次，一共放4次到，一共放了这个4次到5次。那这个他的处理，他是就分过3个处理。一个是这个释放这个小叶花生香，它的叫什么防治剂，第二个是叫用药，指导用药叫防治剂。所谓指导用药防治剂，就是李冰泉先生
这个至少那个农民叫他种药的时候他就种叫做至少用药防腐剂第三个是叫农民这个自行叫用药防腐剂，等于说叫农民他自己的意愿，他什么时候要分就由他自己决定，他的处理就是这个善的处理。那经过这个两年这个试剂这个试验的结果，88到89年试验的结果，这释放小微发生下的防腐剂的剂量的密度，这个控制在这个危害基准以下。这个一般这个目前根据这个张燕台博士他都说，一朵花里面大概有这个两只这个蓟嘛，这个寄生的话，它就会达到它的这个经济不坏水准哦。只要说两只这个蓟嘛，它就会达到这个，但是对它的这个经济这个产量就会这个造成的危害，所以它是在控制在这个危害基准之下，那可以就减少用药的数次，产量也增加。这个是这个表示就是经过两年在这个处理之后做的这个结果。第一个是这个释放这个坚体，还有这个加一个这个组合防腐剂，再加这个加一个地毒性的这个药剂。它的试药数是你这个，一个是这个挂壶的，是这个我们看到试药数是里面有挂壶的，一个是没有挂壶，一个是有挂壶的。我挂壶的是这个89年的，那个没有挂壶的是这个88年的，那这个它是这个输药的次数，这个在释放这个天体释放器里面是这个2次、3次，至少用药器里面是这个6次、5次，农民自行防腐剂是这个8次，所以刚才我讲的大概就是一样，一般农民防腐剂它最少是要喷药都要喷到8次以上。还有这个天体释放器的话，它的释放的数字是有5次，这个88、89年都是5次，但其他都没有放这个呢。那产量调查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天体释放这个整个黄素器里面，每一分地里面是这个437公斤，还有第二个是这个制造黄素器是这个370个，还有这个农民自行黄素是250次，从这个表示里面也会看得出来。就是要利用这个天底下这个地毒性农药配合来使用的时候，对防腐剂呢，效果是这个比较好一点。这个是这个三个数据的这个比较的这个情形啊，就是它的效益的这个情形。第一个就是最好的就是像那个黄色的，就是用那个什么防腐剂的，还有棕色的，就是那个。知道用药剂的，最小的那个就是一般的农民防腐剂的。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结论，就是周化剂嘛，你对这个农作物的危害有越来越这个严重的这个趋势，尤其是这个豆粕作物这个最为这个厉害。在红豆种植以后，25天、32天、40天以及50天为这个防腐的叫关键时期。他说这个能够在这段期间里面来防治这个红豆蓟螨的时候，对这个豆花蓟螨这个细菌的这个密度啊，会控制在这个经济不害的水准之下。那这我们也可以考虑就使用这个化学的防治方法，所谓化学防治方法就是用一般的这个药剂来防治，或者耕作的这个防治方法，耕作防治方法就是刚才讲的。因为这个豆花蓟嘛，它的这个秧啊，它会钻到这个土壤底下10到30公分的地方，它会在那边化秧，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它的这个耕作防治方法，就是用这个浸水的方法，或是你这个药剂的方法来处理一部分这个它的秧。不过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每一个世代它有重叠的现象。它的世代不很准确，没有说很准确，所以说这个药来防治它的拥挤的效果，过去也有人做过用好年冬来这个施在这个土壤底下，不过效果也并不见得很好，不过灌水大概就有点效果哦，浸水就是浸水这个效果就大概不错，像一般我们说这个一般的叫病态白文病，不要喷药只要喷水的话效果也是不错。其他这个物理化解这个诱疾，还有这个像这个配合这个天体的，或其他这个辅助，然后是这个抗什么病虫，
房子做效果都不错，像就目前我们的工作号称五号，就我们疫情的号称五号，对这个白文斌的就抗病性也强一点，对这个目前这个工作这个豆花剂嘛发生的这个密度也稍微低一点。那以上是我这个的简单报告，请大家指教，谢谢。蓟马的问题呢，一直在我们这个高屏地区呢，对我们红豆的产业这个影响很大。那我们记得在这个在水稻方面的话，也曾经发生一个很类似，当然它是毒素病了，很类似一个病害，就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这个皋月菇病也是非常的厉害，这个也是影响我们这边的那个稻水稻的产量很多。那后来这个病的话也把它解决掉了，那这个稻花剂嘛，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也好几年都是这个稻花剂嘛哈，这个影响我们的红豆已经连续好几年了。那我刚才看到科长的那个产量调查的话，如果防治的好的话，一个小溪三平方公尺的话有一千公克的这个产量的话，那这样算起来最起码都一公顷呢有3000多公斤以上，这样子的话如果以目前来讲呢，我们农民的这个平均产量的话大概一公顷的话1600公斤左右，那有如果说这个虫害防治的很好的话，我们产量应该还有一个很大的增产的空间，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红豆产业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这个谢谢这个朱部长，这个红豆的这个豆花剂呢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呀、大家就来努力的话也大概可以解决，因为就目前呢、一般这个农民对这个红豆剂嘛它防治效果不彰的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个是就播种的密度太密，这个根据习近平先生报告，我是从他的资料里面这个那个看到的，他说一公顷的这播种量大概是个80公斤呢、一公顷的这个那个播种量是80公斤，那等于说这个一平方公尺是这个45只大多就50株50棵，45棵这个大多50棵，因为目前我们是用这个机械在这个在那个。那过去假如说用的活温度用的播种的话，大概一些里面啊一个穴大概留这个两，就两个这个那个两个这个种子就好，就其他的都是要有检查，所以说第一个要控制的就是密度不能够太，这个播种量啊种子的播种量不能够太多，因为这个太多啊，因为红豆它的那个叶子长得不像这个毛豆一样。毛豆是它会直接直立起来，那红豆它是这个密度这个长到后期的时候都是一直就重叠起来，那重叠这个花在里面这个你这个喷药的时候，你就是有些这个药剂就很难直接这个喷到这个花器里面。第二个就是一般现在目前农民它的就用水用的不够啊，现在我们过去对这个病虫害防治对农业作物呢这个它一公顷就是说使用的就用水量要达到1000公升，就早期就是这个生育期要就用1000公升，然后后期的时候要用1到1200公升，1000公升，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最少就是说要喷药要喷到这个5桶到6桶，那现在目前房子啊一般的农民的话，像就是卢来先生，我问他，他说你大概喷多少，他说喷就2桶，顶都不会超过这个3桶，不过他们用的药量很重啊。我们推荐的药量呢，这个大概用这个20公克，这个20cc 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到40cc， 甚至用到50cc。所以说，这个两个地方就是这个有，就是我们政府这个推荐的那个用药的方法，跟一般这个农民这个现实这个操作的那个就这个落差就发生在这里。所以这个以后是说。还会从这个品种的那个品种这个改良方面可以这个进行。上次我是看到这个上次这个曾小姐她有报告过，那今天有没有来？但是我记得好像她是说平生一助理，这个就一
这个一株这个红豆里面，这个平均这个熊是大概一只左右，然后一只的话就不会这个造成这个危害，因为我刚才讲过了，然后就一朵花里面要两株以上才会这个对它的这个经济危害事情才会造成那个它的损失。那那时候许先生写是差不多写80公斤，是针对那个高雄五号的品种，因为高雄五号的品种它的分支比较少。那这几年我们育成的品种七号啦、八号那些，它的分支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那个密度试验的时候是觉得说70公斤比较适合，就是每公顷70公斤比较适合。那因为农民呢，他们的观念就是有一个错误，一直以为说我，撒播一点哈，它的产量会好一点。所以呢，他们往往我们跟他讲的密，大概密度多少公斤是比较适合，可是他们呢都会又加施一些，所以会造成今天说感觉说产量为什么越来越少？因为他你密度多的密度大的话，它的那个虫害也。就是发生的比较严重嘛哈，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是在那个顶流里那边，我们有做一个真空扩种，啊，还有加上一些刚才科长讲的草改制的那个喷药车防治，初步试验是以那个真空扩种加草改制的喷药防治感觉到不错，那我们今年想说在业绩加大一点哈，如果不错的话要。开关会让大家知道说目前可以用这种方式播种，也许会比那个撒播种会比较好一点。是好像刚才的数据里面显示药剂防治好像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个小花黑椿香那个处理啊，那个综合防治又放小花黑椿香，然后又综合防治，那个效果还是看起来比较好。但是这里面你放天敌进去以后，然后又喷药，就是把那个天敌又杀死，然后再放天敌，连续放了5次，所以这个好像看起来处理是不是有一个处理就是专门放那个天敌的，但是效果不晓得怎么样。没有，它是这个什么房子，它是那个药剂对这个，它是药剂是2、3次嘛，天敌放了5次嘛。对，天敌放了。天敌放下去，应该它就在那边了，我好像这一直放了好多次。为什么？是不是农药下去以后它就死掉了，天敌死掉了，然后再需要再放？最主要刚刚的天敌它是有筛选过，对这个那个天敌哦，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不会的。那我们用这个放天敌，它要用四座，要用这么一个这个尼龙网把它围起来，围的高度大概要这个3尺以上。